自己唔生性咯，咁咪又冇得怪咁耐。38岁前港男冠军黎振业近日突然现身接受传媒专访。4年前，佢被爆背妻偷食落选港姐朱智贤，导致好老公嘅形象尽毁，更加令到啱啱有起色嘅演艺事业一铺清袋。当年爆出丑闻嗰阵，太太已经就嚟生得，而如今姐姐都已经4岁啦。呢几年黎振业一直喺屋企冇做嘢，全靠积蓄维持生计。佢坦言曾经试过长达8个月冇出门口，好惊一出去就会被人指指点点，情绪变得非常敏感。好彩太太一直在身边，不离不弃地支持她，才至令她逐渐有勇气重新振作。经历今次风波，黎振业认为和太太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，而她亦都学识了更加珍惜眼前人。讲到太太非常心痛，她因为行错一步，导致这么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业尽毁。黎振业未忘初心，还想努力做一个好演员，有太太无限量的爱和鼓励，再加上想成为姐姐的榜样，他最终决定鼓起勇气重新出发，继续追求演员梦。